そのアイテム。あ。可以跟他去电动车上点。没有。怎么光没有啊？点。那点。滴滴呀滴滴。え、あの、あぶさん。てばがろ。たろ。Nanti aku bantar dulu aku. Ayo sorry. Okay, let's catch
disengaja, disengaja. Mau. Kayak kena sikil dulu sakian. Iya. Cuma kok lewat ya. Lewat ya. Iki aku. Tiba karo telu. Goblok ini terus ngono. Iki kono. Nanti kamu banter dulang. Tengok ni, cek kau ni, cek kau, cek, cek bang. Kau balik sama tak campur ni bang. Thank you.
있어 이제. 어. 一个大宝贝，林夕老师在一起班桌。真的，这是他。哎呀，谢谢孩子。哎，三位留步，三位留步。来来来，我们刚才医生有说林夕。林夕老师不，谭红老师。嗯。哎呀。你看一当中的最佳女主角，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最佳女主角范冰冰。什么？
我等我说完你们再叫好不好？好，2013度沸点最佳亚太演员。大家先看一下这个人呢，是很多女生当中心目，女生心目当中的男神，大家呢都称他为长腿欧巴。哎，继承者中的，请看大屏幕，2013百度会点最佳亚太演员李敏镐。从花样男子中霸道痴情的具俊晓，到城市恋人中正义勇敢的李彦成，他迷倒众生，令亿万人疯狂。2013年爱情偶像剧继承者们上线仅两个月，移动和 PC 总搜索播放量高达13亿，成为本年度亚太剧集播放量增长最迅猛的作品，掀起整个冬季的韩剧热潮。它也成为跨越国界众人心中不可复制的影视偶像。恭喜李敏镐，李敏镐是哇，各位朋友，女神跟男神要相遇了。这是一个需要想象力的画面，今天在我们沸点的现场见证了。范冰冰跟李敏镐站在一起，天哪，这简直是太美好的画面了。要不然李敏镐去演唐明皇那角色算了吧。啊，哎，但是我们要先让李敏镐说一下，除了跟大家问好之外，也要说一下他的得奖感言。啊，你好，加油！你好，加油！大家好，我是李敏镐。네일단어이상을받게된건여러분들이정말상속자들을너무나사랑해주시고그리고응원해주셔서받게된것같아서진심으로감사드리고요초대해주신바이두측에도정말진심으로감사의말씀드리고싶습니다他说他今天能获得这个奖，就是因为各位粉丝深爱着继承者，而且非常感谢粉丝们，而且还有百度，谢谢。好，那么当然两位来到台上不会这么轻易放你们走，我们请贵妃还有我们长腿欧巴麻烦往前站几步好吗？我相信呢李敏镐他肯定知道范冰冰呢是我们的女神，对不对？可不可以说一下在今天在颁奖典礼之前呢对于冰冰的印象是什么？평소에한국에서도굉장히인기가많으시고그리고또많은분들의사랑을받는분이시기때문에꼭뵙고싶었는데또이자리에서뵙게돼서너무기쁘고제가그래서선물을준비했습니다范冰冰在韩国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很想见她的，但是今天能够见她非常感谢非常高兴，所以也准备了礼物。哇오빠 네일단상받은거진심으로축하드리고아름다우십니다미원피레오량祝贺您获奖，然后你很漂亮，谢谢。哇塞，那花一拿过来，我인형도같이준비했습니다为什么会送这个？왜이걸준비했는지아이게이제제캐릭터인형인데요미놈이라고그래서꼭전달해드리고싶었어요他是以李敏镐的造型为设计的米诺米娃娃，所以有特别意义，所以送给你的。我准备回家把它放在床头，然后看着继承者。네그리고또하나의선물을준비했는데요
여러분들을 위한 선물이에요. 그래서 이거는 이제 젓가락인데 젓가락의 의미가 한 장만 있으면 쓸모없는 물건인데 여러분들과 제가 이제 주짝이 되어서 앞으로 계속해서 꼭 필요한 그런 관계가 됐으면 좋겠는 바람에서 준비했습니다. 这个筷子是送给粉丝们的这个筷子是成双成对的只有成为一双的时候才有意义就如同敏浩对粉丝们也是成双成对合二为一的哇塞 네, 그래서 이 선물은 시상식 끝나고 추첨으로 네 분에게 선물을 드리도록 할게요. 감사합니다. 谢谢. 这个礼物是活动结束之后抽奖然后抽四名来送给粉丝们的哇 李敏镐真的好贴心哦，我就想说他怎么有这么多礼物，没有想到最后一份还是准备给我们粉丝歌迷朋友们的。但是也想要问一下冰冰，刚才李敏镐呢非常专注地望着你，对你说了这么多的韩文，那你对他的感觉，你对他有什么样印象吗？在之前，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嗯，对，然后来到台上看下面所有疯狂尖叫的都是女生。 对不对？也有男生了，大部分都是女生。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气质很好的演员，也想有机会以后我们可以合作。哦，你说他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那会是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我觉得他应该是每一个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当然也包括我在看他戏的时候。对，就会跟着那个阿雅嘞。阿雅现在是不是很想？ 尝试一下刚才画面里男主角拥抱女主角的镜头。那我们俩开丁壳好不好？这个机会不可以独让你。是吗？可以吗？可是我很怕。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男性的粉丝，但是我没有像你那么多男性的粉丝，我怕我等一下没有人保护我，我没有办法活着走出去。我跟你讲，阿雅要是报完了以后离开现场的话，怕在门口会被刺杀。我跟你说。好吧。 各位朋友，李敏镐身上很香。哇！好了好了，今天看到男神女神在现场的，真的是让沸点呢已经完全沸腾了。我觉得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场有很多媒体朋友，其实你们两个站在一起，完全就自然而然变成时尚大片了。这样好不好？两个人给我们摆三组时尚的动作，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场的朋友好好刷一下他们的底片，好吗？我们现在拿一下。 好，三组时尚的 pose 啊。 그러면 커플 화보를 찍는다는 커플 화보를 찍는 느낌으로 두 가지만。 那这个姿势能不能像就是拍画报那种感觉的是吗？当然，想怎么摆都可以。哇，赶紧的拍起来，各位朋友拍起来。好，第一个。 第一个我觉得还是属于比较那个优雅路线的，接下来呢，可不可以有一组酷一点的，酷一点的？三组，哎，还是走可爱路线的。冰冰很少看你害羞，哎，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害羞啊？对，阿雅不在我们的流程里面，我有点接不住了。但是大家想不想看？ 这是顺应民意的要求，好，再一个，再一个，第三个，这 번째 pose 哇哇哇，这是火辣的演出。不过我觉得，就像冰冰讲的，这也代表呢，他们之后很有可能会一起合作。完全不排除这个可能。对，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对，因为冰冰在韩国也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他。那既然是李敏镐今天来到了中国。 中国有太多的喜欢他的朋友，你看看这一个个起立的，你们站多高都没有他的腿长。李敏镐就是以长腿著称，因为他长了一双绵延不绝、天外飞仙的大长腿。
还绵绵不绝的。对，很多人都说啊，个高人胆大，得长腿者得天下。李敏镐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啊？哎，他的腿真的很长哎哈、哦。有些东西啊，你看我有些东西。但是冰冰的腿也很长，所以你们两个好搭，你就不用走近了，好不好，李敏镐？对比很强烈。是这样的，今天啊，来到中国，这次你来，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你，包括你还有很多的参加了媒体活动答记者问的单元。我今天近水楼台先得月，帮两个女性朋友向你分别提一个问题。对，一个呢是我那小侄女提的，小侄女，我必须找到小侄女的状态，就是李敏镐，你的腿真的好长好长，我想问一下，你的腿是不是从肚脐眼以下就开始比大了？错，是从胃部，好不好？从胃部以下开始分叉。腿不腿啊？有的时候不错，他里面的。他说是从这儿是腿。腿真的很长。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太太小敏嘛，怀孕了，是吧？恭喜恭喜。这次呢，要来到现场，想来看看你。最后我担心啊，她动了胎气，不让她来。她对你喜欢到的程度。他跟我讲说，你叫李好，我叫小敏，要不然以后生个男孩就叫李敏好吧。那李好你同意吗？李敏好啊，我想啊，那会你迷信中医是吧？不用啊，祝贺你们的，我太太非常喜欢你，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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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叫李敏好这名字要祝贺一下。你跟我那个特别喜欢你的，以他为代表的所有的粉丝，然后再说一句话吧。那啊，粉丝还有我太太也是他粉丝，每天在墙壁上贴着李敏镐的照片，在我们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客厅电视墙上。일단와이프분께정말순산하시기를바라고그와이프분은미인이신가요물어봐주세요他问您的妻子是美女吗？是因为看到李好，所以有点帮他担心是吗？是是是，在我心中是，그래아니따님을원하세요아드님을원하세요？他说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都好。哦，只要长成你们这样，估计基因有点问题是吧？好，你们别笑了啊，都好。정말순산하시기를진심으로바라고그리고정말예쁜저는딸이었으면좋겠어요他说啊，希望生个一个宝宝，好健康的宝宝，然后他希望是女儿，漂亮的女儿，生一个漂亮的女儿是吧？对对对，好，跟我想要的一样，谢谢你，谢谢你送给我们的祝福，好吗？这样好不好？这样子，李敏镐，你可不可以在最后用中文对着大家说我爱你，可以吗？是，大家很需要你的这句话。일단오늘이렇게만나뵙게돼서너무기쁘고그리고늘감사드리고요谢谢我爱你们。他说非常高兴能跟大家见面。谢谢谢谢男神，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两位，非常期待你们接下来能够有合作的可能性。哇，这个冰冰啊，真的是，他刚刚跟我说他要立刻再杀回去拍戏，所以呢，他真的很重视我们百度沸点，最主要的是因为百度沸点呢是来自于。